阳循环，无德相济，万事之局，唯有圣人可解。不过二十出头，却有如此好的胆识心思，对你的过去很是好奇。在身临绝境时死中求活的人，恐怕我大赵也找不出几个。你认为他是宗衍所说的新圣人？你是何人？你从何方来的？我是来自2000年以后未来的人。我叫星云，兼爱非攻，可济天下。你们这儿有两个神经病，一公一母，登徒浪子。你说她一个姑娘家，长得挺漂亮的，为什么总跟没吃药似的？我看看是我的鞭子硬啊，还是你的骨头硬。向少龙，我乃赵国第一剑客，若是不能赢你，又有何用？我说你们古人呐，就这么点追求。没想到这乌家堡的门槛不低，连只看门狗也这么凶啊！本公子想出去，没人敢拦住我。这小子谁呀？小子，我叫向少龙，你给我记清楚了。向少龙，如果你赢了我的话，那我就乖乖做你的徒弟。那个向少龙，我就越来越感兴趣了。向少龙，任兵卫之职，作为护驾将军，护送公主出家为国。少龙他的确是一个难能可贵之人，今日就将去责令传与你，把墨门和星云全部交给你。我这个新圣人的确有两下子，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杀了。向少龙竟是秦国奸细，在太子大婚之夜将太子杀害，你非要搞我是不是？全城捉拿向少龙及其一干反贼。赵默，把质子交给我，我就放了你。你认为你能有多大把握？你们是朝廷的钦犯，一个都不能走。孩儿只求一服，放了他们有你何用？赵鹏，本君倒要看看你如何救两个。秦军，我输了，我求你放过他们。少龙，倩儿，我来陪你。他可以不救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降圣人，你就是个贼心。老子不玩了！我离家太久了，我想回去。向大哥，我们这儿可能跟你们家乡不同，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如果我们两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那该多好。但是能遇到你，已经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运气了。天降之才，生来就是扭转乾坤、平定乱局的。离开，你离得开吗？我是墨家巨子向少龙，整个乌家堡的账，我们是时候该算一算了。你若拦我的话，我必以死相搏。我来这里
还真不少见。晚世之时。这世界很酷。